今年5岁。请问你来自哪里？来自台湾。谢谢谢谢。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？压力哟。你练了多久？太久。超久的。而且你练歌的时候，怎么还有空去学动物叫呢？阿公教我的。你学了哪几个动物？狗狗、喵喵、大嘴鸟。大嘴鸟。狗狗喵喵，我们好像有听过哈，是什么样的狗？你叫一下，我来看看是什么狗。听听看哦，大家一起猜。Raw。哦，这小狗。这是小狗。Raw。喵喵呢？喵。而且阿公教他大嘴鸟的叫声还包含动作，对不对？哦、有吗、哦？有动作。我帮你拿麦克风。OK， 哇塞，非常清楚哈。谢谢佩佩，黄怡佩。